一，兄弟们，如果给你一个亿，让你的年龄反过来，你愿意吗？不愿意，我今年19岁，这个操作怕是直接让我原地去世。嘿嘿，我今年20岁，反过来就是2岁，一个亿在哪儿领取？同学们，你们能让屁屁休息一会吗？不要乱放毒污染空气好不好？蓝哥，大家都是情同父子的室友，又没有外人，放个屁怎么了？况且这东西我根本就控制不住，说来就来了。没事的，过段时间你就习惯了。哎，这都是些什么室友，一点都不注重个人形象。蛋二，哇，好爽，这个屁我一路憋回寝室，路上一直不敢放，怕引起尴尬。可以随意放屁的感觉真爽。狼哥你变了，大一的时候你都不是这样的，那时候的你很注重个人形象，从来不在寝室随意放屁。这是我的问题吗？还不都是被你们传染的。哦。